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 Dan 昨天女祭司成员们无预警进行了直播说出了成员们的真心话所以今天就总整理了一下直播的内容以及韩国网友们的反应这么突然的场合可能会让一些粉丝们感到惊讶吧关于这次的事情我们想分享成员们的想法和意见所以准备了这样的场合首先我想先说一下我们决定进行这次直播的其中一个原因虽然代表被解除职务没过多久但我们看到很多继续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在不公正的要求和压力下承受着心理上的痛苦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难过而且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情况发生让我感到非常无力同时我也非常担心我们五个人的未来说实话在准备直播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会担心直播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且我也担心会有人说是代表只是我们做的这种毫无根据的话对于这一点我想明确的说清楚我们五个人有真的想说的话所以准备了这次直播至于拍摄设备和场地等我们无法自己完成的部分我们请了我们信任的导演们帮忙粉丝们也出来帮助我们我们觉得只是隐藏在背后并不妥当再加上这是关乎我们五个人一生的重要问题不能只把它交给大人们处理而一味等待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与其什么都不做我们觉得亲自讲出我们的故事才是更健康的方式所以我们鼓起了勇气我们今天要说的话最终是针对海捕的我们已经和现任经营团队进行了会议在会议上表达了我们的意见但会议后看来我们的想法似乎没有确实被传达感觉沟通也受到了阻碍所以除非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然我们的意见和想法可能无法很好的传达出去因此我们准备了这次直播我们今天的这个发表因为偶多的员工们也完全不知道所以他们应该会感到惊讶吧现在正在观看的各位应该也感到非常惊讶我们也考虑了很久该从哪里开始说起但既然我们的目的是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会尽量以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进行说明当然因为合约上的问题无法告诉大家所有细节但我会尽量诚实地分享我们的想法在确定以女祭司出道后我们成员们无论是在一起还是个别情况下都有足够的时间和女祭司代表了解彼此当时我对一起工作的大人们有一种戒心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但因为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主动敞开心扉接近我们的人虽然感到有些尴尬但确实感受到了不同之处当然在这方面我也因此更信任他了从出道到现在我们知道女祭司的出道日程以及其他各种事情都曾引起过话题但因为我们喜欢和代表一起工作所有成员们的想法也都一致所以我们很好地应对了这些挑战并且能够顺利活动至今我认为我们想与这样的代表一起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不仅是在以女祭司出道之前在与米妮锦代表一起度过的所有时间里我们感觉到我们想要创作的音乐和想要共同构建的世界观的愿景非常相似与米妮锦代表一起我们能够真心准备每一个作品我们认为这份真心在我们的作品中很好地展现了出来能够带着真心进行创作是因为我们彼此信任并且共享着相同的目标米妮锦代表不仅仅是制作我们音乐的人他是让女祭司成为女祭司的人他会与我们讨论每一个细节并用我们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解释女祭司拥有独特的风格和色调这是与米妮锦代表一起创造出来的他对女祭司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是无法被替代的人但是在我们出道后大家不知道的那些不合理且无法理解的事情却越来越多知道的人应该也知道前不久我们练习生时期的影片以及一些医疗记录等私人资料被公开了我们第一次看到时真的非常震惊公司本应该保护我们却无法妥善管理这些资料导致他们外泄这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所以我们不仅担心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关于我们的奇怪资料被泄露甚至会有虚假事实被传播因此我们和父母以及明代表一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应但海捕并没有解决也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代表还被解职了让我们真的不知道今后该依靠谁正因如此我们觉得如果不以这种方式表达没有人会知道这些事经过我们长时间的思考和决定终于鼓起勇气采取了这一步前阵子我经历了一些事情海捕大楼的四楼是我们做头发和化妆的地方很多其他艺人也会来来去去还有很多其他行业的人也经常出入那个空间有一天我一个人在走廊上等候时其他团队的成员和他们的经纪人从我身边经过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但是不久后他们再出来时那位经纪人当着我的面明明我能听到和看到竟然对他们说无视他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无法理解感到非常荒唐当我听到和你经历的事情时真的非常震惊怎么会有一个团队的经纪人在经过时对团队的成员说要无视哈尼还让他听得一清二楚经历了这
常难以想象的话语和态度后，不仅没有受到道歉，甚至他们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未来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很多，我们无法确定，甚至没有人来保护我们，当然也很担心会不会悄悄地被排挤。我希望不要有人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既然已经发生过一次，我担心其他成员也可能会遭遇类似的情况，这让我感到害怕。我已经向新代表反映了这个问题，但他说我没有证据，太晚了，试图敷衍了事。这让我感觉到我们已经没有了可以保护我们的人，也让我感受到根本没有真正为我们着想。我那么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但却感觉一瞬间自己成了说谎的人。以前民进代表总是为我们挺身而出，为我们争取权益，而现在新来的那些人虽然表面上说会帮助我们，但几个月来只是在找借口，说这些事情无法解决。即使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们也试图把责任推给我，这让我非常担心和害怕，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担心自己的未来，但最让我害怕的是我们已经创造的作品正在受到侵害。那些比我们更加拼命投入为我们创造出这些作品的人们明明就在我们眼前，对于这样的行为我真的无法理解。新来的经营团队说他们会将制作和经营分开，但我们本来就与其他厂牌有不同的工作方式，我们对此并没有不满，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方式。现在所有事情都无法再由民警代表来确认了，那我们怎么可能按照之前的方式继续工作呢？最近新经营团队发布的声明我也完全无法理解，如果他们真的打算遵守不干涉我们制作的承诺，那么目前与沈导演之间发生的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也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处理。我们作为版权和肖像权的当事人不希望这样，那么他们究竟是在为谁工作？此外新声明中一直说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防止我们感到不安，但为什么不真正考虑我们的感受，却总是说他们是在为我们着想。我们只希望不要再引发这些不必要的问题，并且希望你们能尊重代表和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导演们，现在你们所做的事情绝对不是为了我们。我们大家都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团体的风格和形象扮演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正是媒体内容和创作工作。虽然官方声明中表示会把创作工作交给闵妮锦前代表，但如同大家所看到的，他们已经侵犯了我们的作品，不仅是我们辛苦制作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了粉丝们投入无数时间制作的内容。如果他们对我们团队的性质和所创作的内容有丝毫了解的话，就会更深入地思考现在越界的行为。这次事件让我们意识到，为了防止这种问题发生，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办法。从个人角度来看，偶多过去的运营方式是管理与制作不分开，而是协调运作，这是我们最完美的方式，也是闵妮锦代表制作内容的方式。然而由于闵妮锦代表已不再担任代表，那些本应共同协作的元素现在看起来却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事实上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经历了许多在我的尝试范围内完全无法理解的可怕和不舒服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我们不得怀疑海普是否真的为牛金子着想，而且还有明显的证据存在，但由于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今天暂时无法详细说明。我希望大家能稍微了解我们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来到这里，选择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的梦想是与闵妮锦代表一起用我们想做的音乐站上舞台，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再实现这些目标，甚至之前制定的计划也可能无法达成。就像哈尼姐姐刚才提到的，我们为了彭妮子公开的影片在瞬间被删除了，我完全无法理解，按常理来说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只是为了我们的梦想而努力，难道我们做错了什么吗？代表被解职后不到一周，我们就无法与一直合作的导演继续工作了，为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人员也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这让我们感到极度不安。如果你们真的为我们着想，不要只是说把艺人放在第一位，请给我们一个可以真正依靠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喜爱和享受的音乐中活动，请让我们自由地做我们热爱的事情。我个人非常感激那些让我在精神上成长，让我感受到内在活力的身边人，并且我希望能继续和这些人一起工作，但现在外部势力不断阻扰和干扰我们，我真的无法理解这种情况，甚至不知道是否应该去理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什么才是让女金子成长的方式，我真的无法理解。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在我们的音乐中得到安慰，并且一起度过了快乐和幸福的时光，为什么他们也要经历这些事情？为什么他们还要担心原本不需要担心的问题？我感到非常抱歉，这让我非常心痛。同时象征着我们女金子与朋友子之间关系的作品差点被剥夺，我们不想再失去更多，我们也不想顺从认同或跟随那些人所属的社会，因为那并不是我们想走的方向，所以我们绝不会选择那条路。我们是在代表被免职的当天透过新闻才得知这一消息的，对于成员们来说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我们完全没有想象到这样的事情。说实话我们真的很痛苦，而且我们感到非常困惑。作为隶属于海捕的艺人，公司这样单方面的通知让我们确信他们根本没有尊重我们。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我们透过经纪人得知新上任的代表想和我们见面打招呼，在进入Adore后他对我们的第一个行为就完全没有感受到对我们的关怀。新来的代表说他会
会以成员们为优先关心我们，并将女祭司放在首位。但从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只是口头上的承诺。还有一方面，不仅没有在女祭司回归前一周帮助宣传，反而发布了有关代表背信的新闻，从外界对女祭司的负面宣传行为开始。这到底哪里是在为女祭司着想呢？我真的很想再问一次，真的已经有半年时间围绕着我们女祭司的这些不必要且令人疲惫的话题不断地被提及，连第三者都感觉厌烦。作为当事人，我们心里非常不舒服。我们有着共同想要实现的目标，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甚至会失去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创作的作品和团队的风格，这才是最让我们心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原因。我们希望停止这种对彼此不利和疲惫的行为。为了表达这样的意愿，我们才准备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们有权选择如何对某些情况做出反应。我们不会盲目的遵从海姆的所有指令。我们非常清楚，当前的情况已经干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对待。很难相信他们所说的愿意帮助我们继续与民警代表合作的话是真心的。在民警代表目前面临法律纠纷的情况下，还让他负责规划我们的未来项目并创意引领，这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合理。我们不想再听到他们所说的会帮助民警代表的空话。我们唯一想要的是法律纠纷能够解决，并让我们的工作环境恢复正常。海捕现在的工作方式让我们经历后感觉既不诚实也不正确。我们希望能让代表回到他的岗位，并将现在这个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员还原为最初的额度。我们并不是要求什么特别待遇，只是希望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并接受我们的请求。从人道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希望你们不要再折磨民警代表了。坦白说，代表真的很可怜，而且海捕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人道的公司。我们看到这样的公司能学到什么呢？我们想要的是民警代表担任代表的经营与制作统合的原本的额度。我们现在提出这样的请求，是因为这是能与海捕和平共处的方式。如果我们的意见能够顺利传达，希望防疫长和海捕能在25号前做出将额度恢复原状的明智决定。感谢你们倾听我们的声音，非常感谢。目前制作这个影片的时候，韩网的反应是对女祭司正面的留言比较多，看起来明显可以感受到对于女祭司根本没有人真正想要保护他们。从公司只关心能否打赢与米尼金的诉讼师的态度来看，其他事情似乎都无所谓。如果连艺人们都能感受到这种冷漠，现在他们可能完全无依无靠，感到极度无助。公司口口声声说会全力支持，但实际情况却是内部霸凌的存在，甚至让女祭司的成员们不得不透过直播请求帮助。这样的情况真的让人质疑到底是什么大企业。所属员工想要选择领薪水代表的直播是现实吗？一般来说，如果员工对公司不满意，难道不是终止合约然后自行离开吗？偶像系统本来就是一方投入大量投资来获取收益的结构，因此存在着绝对的强势方和相对的弱势方。就算现在标准合约是有了很大的改善，女祭司还是做了不明智的决策。女祭司应该会被收纳了，如果真的给解约，他们用什么方法都能东山再起。但海捕的彭希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他会想尽办法收纳他们，在不违反合约的情况下持续对他们进行人道上的打压，试图降低女祭司的价值。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虽然会有一些损失，但他们可以重新打造一个新的团体。对海捕整体而言，比起 Templates 贡献了大部分的营收，因此这并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虽然想解约的应该是艺人那一方，但违约金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其实自从代表开记者会的那一刻起，感觉就已经无法回头了。即使只是换掉上层管理，员工和艺人不变，公司仍能正常运作，这对于在公司里工作过的人来说很清楚。然而无论是在记者会还是声明，代表和艺人总是被绑在一起，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会毫无风波的过去呢？真的是这样，粉丝们可能不知道，但不是一直都有很多人说，如果代表和艺人绑在一起，长期来看会是个损失。那些关于不尊重年轻成员、态度不和或放任不管的问题，确实是不应该存在的，也是令人惋惜的。但目前来看，这件事差不多已经到了尽头，真的很遗憾。尽管他们自己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还是让人感到可惜，真的让人心痛。一家号称是全球娱乐公司的企业，却如此不顾底线和尊严，做出这种毫无良心的疯狂举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实在令人无奈。虽然我不是婆妮子，但作为爱豆粉丝，这件事让我非常愤怒。什么自发性的直播，在海捕股东大会的前一天，还把截止日期定在25号进行了直播，是女祭司的父母和知道他们的律师在背后操作的。海捕真的是 K-pop 市场的毒瘤啊！要么跟着资本走算了，结果连这也做不到，竟然还对孩子们做这种幼稚的行为，这说得过去吗？还让成员无视，这是小学生吗？哎，公司幼稚的让人无语。50/50 是因为想去大公司所以暂停活动的，而女祭司则是请求大公司不要再
折磨他们了。 50-50 的成员们主动参与脱离公司的行动，而这边的情况则是只有米尼锦在那样，因为成员们站在米尼锦这边，所以才会让外界对此有了不同的反应。把米尼锦丢掉，这是大人们的事情，但既然那样做了，至少应该给艺人们信任，并且在继承米尼锦所打造的团体身份的同时继续努力工作。结果一开始就和沈导演闹矛盾，闹得不可开交，这让成员们怎么能信任公司呢？最终他们可能觉得就算什么都不做也会死路一条，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不把这件事当作娱乐圈内的纠纷，而只是单纯看作公司内部的霸凌事件，就很容易理解其中的悲哀了。即使是本来很开朗的成年人遭遇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患上忧郁症，甚至会有自的念头，还会做出许多自己之前从未想到的冲动行为。更何况这些女孩还这么小，这种压力对她们的影响可想而知，实在是让人感到痛心。看着一些留言，感觉到现在似乎来到了不太了解同盟心理事件的一代了。当年同盟心理可是最顶尖的爱豆团体，2009年爆发了奴隶合约争议，经过漫长的诉讼，最终三位成员赢了官司。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无法上节目，很多粉丝也因此流失。粉丝文化如今已经改变了很多，现在的四五代粉丝不像以前那样积极的刷姻缘，也不像当年那样辛苦的追星。那时的二代粉丝是经历过很多困难时期才坚持下来的，但现在的粉丝如果觉得辛苦，会更快选择放弃。即使女君子在诉讼中胜诉，也可能不会真正赢得一切。如果真的希望女君子好，不管是哪一方的大人都应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对于女君子的直播，大家觉得怎么样呢？